香港泳坛大师姐施杏瑜2004年以16岁之龄同封之后李丽珊等齐齐得奥运入场圈，成为一时佳话。可惜之后4年状态低沉，虽成为京澳火炬手，但却无缘京澳。由于施杏瑜当时正当游水黄金期，故非常失望。不过对游水事业不离不弃的佢，好快重新振作，并取得200米自由泳的轮澳资格，总算一吐污气。回想起嚟，佢话依家总算苦尽甘来。今次其实都真系冇谂过可以去到伦敦奥运啦，咁即系都好开心啊！即系因为如果你4年前问我，你会唔会谂住去参加伦敦奥运啊？咁我会唔知啊，即系唔知自己仲有冇咁嘅能力咯。咁即系好开心，而家系即系证明到其实我真系有咁嘅能力啦。咁同埋。自己都達咗5項 BQ 啦，咁雖然係話即係身制啦改咗，就即係只可以去到1項啦，咁但係即係自己會覺得即係達咗5項 BQ， 即係已經係證明自己有咁嘅能力咯，所以即係苦盡甘來啦，真係。施杏瑜之後仲話，如果可以，會想4年後以28歲之齡再挑戰奧運，希望佢可以成功啦。奧運 TV 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。